就一夜，这个包摘，今天头一次掉葫芦，搞摘不上去。你别立卡塘了，鱼给我吃上了，我记着。鱼让它吃来。嗯。把这你送那。那不拿来。把那个。好，搬地上，搬麦上。搞摘不出了。明啊。搬麦上。嗯。找袋子装呗。哟，你几个收获不小嘞。头一次钓，钓活的这回。到这就钓一个。钓好了。我没怕。鱼钓你，还得拿鱼。钓你上。放开鱼！去，去，我还走了。别弄了，别弄了，别弄了，明啊，妈，你打人呢！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别打了，等会把河里鱼都打跑了，别打了。还想不想要鱼？想要鱼，别说话，哈。你要啥？嗯，别动了啊！看看。啊？哇！好。不削不削。这可大。别说了。你要鱼等会儿吓跑了，你还想不想钓鱼呀？啊？别打了，你再打它会哭的呀，明浩。它会疼，它会哭，别打了。就好吃了没鱼、啊？鱼又拿出来了，啊？再拿出来。在河里嘞，声音小点啊。还痒一痒的，别打它，别打它。它睡觉呢，不知道。嗯。别打它。大家好啊，今天我们用小鱼钓活豆啊，刚才已经钓了一条了，现在正在钓啊。别说话啊，看几个能钓几条。但是没个。谁教的你这个方法呀？给俺学的。这奇迹的种这要干嘛上嘞？打药嘞，拆除嘞，丢砖头嘞，砸二维嘞，还有放砖头嘞这。就是这
麻烦，你看打完钩之后还得拆这个钩两面的土，拆完土之后前面还要直接钩里面再打药，还得有防抓的，还有撒肥料的，这大概不那一米啊，差不多一米是吧？他就把砖搁哪？大概这个砖就卡在哪个地方是吧？还有防竹竿的，咦？咦？还有缝薄膜的后面。这一道程序，我天妹子！这哪个是最轻巧的嘞？都不轻巧。都不轻。这边风摸摸的，还有都不行了，这边风着风摸，后面还有风土的，来我给你抬着吧，不要抬了，你抬着，你抬累得慌，没人来我给你抬着，人家都不愿意弄这里，你多青年的还，你看你搬多沉，这一捆沉呀，对了，可以让的啊。挺慢的，还挺能给咱的一样。杨同志看不清楚，就看不好，再错了。杨腿呀，掉到里边了。这也是。到时候再小心点，弄那个薄膜，要不然前面有洞。是的，不会弄了，走这水要有滑了不得。这能可结实的。嗯。咦，那结实，这不会也秃噜吧？不秃噜，这秃噜啥？底下还窄点儿。一般的这不上肥，它秃噜不噜。弄几杠子嘞？两杠子吧。十杠子。插的这个竹竿，现在顺着这个竹竿拉了一根线，用那个打一个标记。这可别搞错了呀！会不会搞错？那不会搞错。不会，成年货，我不敢踩，我还这底下有包毛，我害怕踩。不碍事，不碍事，踩不错。嗯，这个方法倒挺好的，用个桶，底下漏着水，走这倒一倒，这是刚刚倒过的。这样这个轱辘在这头。哦。底下这个那碗那这个搁前搁的那个钩子在，这错了在这个这身，在这顶上那一扎根那是就卸底了。这薄膜之后咋扎下去了呢？你扎下去了。那薄膜可厚，感觉质量还不错。那这锁骨要抻那锁骨，抻那薄膜正好，所以囊底下都关了。这底下有锁骨，那你扎都扎底下呀？扎底下？这底下有锁骨。你怎么弄是身上都接底下去了？哦，对，就知道那个山药接地啊。我说那薄膜那么厚，你错一点，它拿不下去。嗯，那薄膜那么厚，那山药根可能扎地下了。是。你错了，那它拿不下去，它找人给它割它。就坏了，给它捡出来。这撒的都是给害虫吃的，这是。对，这撒的又是豆泡，拌过农药了。还加肥。哦，还有肥料，然后掺在一起的，然后撒在这个沟上，到时候把山药给摆在这上面，到时候再封一下土。
哎，都是哎呦，这个是这是的。啊，这中间的呢？中间的他都不接。不接，都光靠前面这一点吗？他光靠鸭子。都靠前面这一点吗？光靠鸭子，等最后都这，他都不能那。哦，这后面都是没用的，是吧？不露鸭，鸭呢？也有肉，鸭子。鸭到时候它会发。看。看嘛，这张毛白布的热都是鸭子。这就鸭，像这一个鸭，这一个鸭，对，毛白布的这个鸭。那毛白布这里面都有三四个的。嗯，是的。哦，都靠前面这一点这个鸭子。它都靠鸭子。这后面都没用了。后边要有用，它搁得上，它都有劲呢，是的。哦。你要说光用前面这一点儿，光对对，不行，这后面也有点劲，正好全部都湿在前头了。对呀，它鸭子一发来，这全身上，可吧？对对对对对，也是的，是的。给，问你太太，好了，这个，这头后面都是晒的，像这晒的裂纹嘛，是吧？晒裂纹了，它会弄那，它越晒鸭子越旺啊。越晒鸭子越旺。它不晒不咋。这晒的有多久啊？咦，怪晒的又越多了，这。一月多。多久越多了这？这也挺快的，这比春狗比其他的也好快多了。是的，这不种也快。是的，好了。那边已经种满了。那块几场种好了。摆这个山药也是有讲究的，像我手里面拿的这一根啊，说是这边的朝这个方向，全部都朝这个方向。哪个是头啊？确切说，这个是头。这个地方也是晒干过的，看里面风干的都成裂纹了。这边说朝这个方向，全部都是这个方向。另外呢，摆这个山药的时候呢，不能用手直接去拿，万一把这个山药皮给弄破了，这山药会坏。所以说他们都是戴上手套，只有我用手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，别把它给弄破了。山药都已经整整齐齐地摆在这了一个。他们后面都是最后一道程序，就是封土。封完土，这山药就等于是种好了。